真心为您把关 SUM 里程保证我承诺。2019-2020年是 Lexus NX200 精英 Plus 版。NX200 是 Lexus 旗下的跨界休旅车，而它在市场上也得到了许多消费者的认同，所以它的市占率也非常的高。换防有 Lexus NX200 的字样，整体的外观相当圆润。那这是后座的车门气氛，座椅的气氛完整度都相当的高，没有破损或者是皱褶，这个内装是有在维护的一个状态。然后呢，它有配置后座出风口，四个车门都有免钥匙启闭车门锁，然后有盲点侦测。前座车门气氛，前座驾驶座的气氛，整体的状态都非常的新。那它有自动远光灯跟电动尾门，跑8万公里，原厂保养，换挡快拨键跟感应式头灯音响快拨键，蓝牙通话功能，跟车车道偏移定速，感应式雨刷 IT， 大概是这样子。这边有驾驶模式、前方跟手写面板、电子手刹车。倒车影像，大概是这样。1920的 NX200 跑8万，原厂保养里程保证，然后有跟车、车道偏移、盲点侦测、电动椅、电动尾门。有兴趣的请把握，谢谢。实在就是 SUM。